蛇品种。最容易饲养、最适合新手饲养的宠物蛇品种有玉米蛇、加州王蛇、奶蛇、墨西哥王蛇，这几个外国品种新手可以饲养，价格比较高，基本都是在300元到800元左右。国内新手可以尝试饲养的品种有中华水蛇、虎斑油蛇、赤练蛇、红脖锦草蛇，这三种是有微毒性的，注意不要被咬伤。还有白条锦蛇、双斑锦蛇、赤练滑油蛇、棕黑锦蛇、黑眉蛇，比较适合新手饲养。